感冒的用试试，咳嗽用试试，比赛也用试试。乡亲们不要怀疑，大牛哥来啦！罗斯邦的 YouTube 频道罗斯邦第一游不务正业，只是拜访高雄的果贸社区。而这次遇上的老板都有一身叫卖的好本领。你也要去外挂吗？我引导哎，你跟你某兄妹没跟他引导发言。我要叫卖，你平常这个要叫卖吗？欸啊、在这里单戏哦。像你那规定是这样，前面说个十个半，因为这里一个，那边也不。不要说人家卖二十三，今天老师说那边会不会讲话，会不会聊天，都不会。来，今天为了庆祝我老婆要生了，来一人一双十双，会不会？好的。欸、如果我要买这个卫生衣呢？不要说外面399，穿不久、哎。来，今天都是99，又保暖，难怪小请盖秋。小请盖秋，你罗斯嘛对不？你是名人、哦，我们是菜市场的人，大家都是人，住在台湾的人，加油！哇、哦，啊，再见了。长得这么漂亮，这是40，不是50。哇、哦，这个一堆要用那个机车站，你觉得呢？啊，真假的？我叫无敌铁金刚。你应该是木兰飞弹吧？你哪有无敌铁金刚？你哪里有看到飞弹？哦，他飞弹已经射出去了。你们很快哦，没关系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哎呦哎呦哦！当作如果这是直播间，手机在拍你，你看那边。像这个包，它里面本身它就是有内搭、带手机、带面子袋，然后它前后都有口袋，都有拉链，不变形、不褪色、不缩、不起毛球。来，你念一次。不变形、不褪、不色、不掉、不起毛球。你看他连拿着都很有气质哎。看一下我柜姐呢。柜姐。是不是我贵的贵哦、喔？哎、欸，电话来了，电话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亲爱的，我今麦在交罗斯峰讲话，想安那想。但海玲离婚唔好啦，唔要紧啊，离婚可以当换一个，我去换安。在一起多久了？做伴就好了。所以你没有结婚证书就对。我无安这过啊，我只要用二十单去用，就去都无行，我就散了呀。我就大方呀，亲啊，你要看得开，要想得开，要放得下，是我们的跑不掉，不是我们的跑掉更好。所以他跟那个20几年分开，其实还是有生理上的需求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呢？啊，不然。我还没跟你一起呢。我写了他。水对不？啊，就不差了。哎、哦欸，你们一个地方都采访那么久，其他都很快。因为你很好玩，我还没玩过来。是说大牛哥这次也没忘了带上礼物，亲自喊乡亲们来领海报喽。我是如假包换的罗时峰，我没有骗大家啊。好了，我唱个歌给你们大家听了哈。感冒的勇士是，咳嗽勇士是，比赛。有感冒前兆，提早用湿湿，用湿湿，没伤身体，无掺内固醇哦。三不见不散哦，爱你们喽。对啊，谈话，我特别爱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也爱你啊。我是说，哎，爱你，我永远支持你的。20亿人家有听你的歌。那我如果选总统，你会不会投我一票？一定，一定，一定，一定好。登记我留记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！你们两个是走错地方吗？这不是维里安哦，你们干嘛？帮我妈拿。弟弟，你认识我吗？他是谁？哎呦哎呦，你为什么会知道？这里有写。哦好。很好空气啊哈！罗斯峰也为老人安养机构送上年菜，希望长辈们都可以有个温暖的过年。我们这里每天都有节目，歌唱啊，跳舞啊，钢管秀啊，脱衣服啊，希望，希望。现在时代不一样，不一样了啦，请个钢管秀来跳舞。那志工的工作是要做什么？就是接电话，一般都是柜台小妹在接啊。麻烦你帮我翻译一下。好，翻译一下。我你有什么感触吗？不管如何，我们如果身边我们的长辈、我们的家长还在的话，多多的关心，多多的陪伴。我想家长最希望的就是一个陪伴。